搞到一台 iPhone 13 Pro 天红蓝。我的喵啥小啦，太水了啦。今天来开箱我们的 iPhone 13 哦，就阴错阳差，所以我们就一台现货的 iPhone 13，因为买不到空机，刚好我的合约要到，所以就反正就是一些关系，所以就搞到一台 iPhone 13 Pro 天风蓝。天风蓝，给大家看一下，边框也是有点蓝蓝的。它在不同的灯光下会有不同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颜色也蛮值得买的，或者是黑色。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蓝色，天空蓝跟我们的黑色都很漂亮。那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3C 评测的什么 YouTuber 或者是实况组，对，我只是对3C 有一点点兴趣，就是有新机或者是有新的东西我会去 follow 而已，所以我也不是很专业。所以如果等一下有介绍到不是很详细，或者是我有讲错的地方，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不专业，不专业开箱。那反正 iPhone 就是一如往常，跟 iPhone 12一样， iPhone 12就是盒子打开，里面就手机嘛，就这个保护贴，那里面就是会有线，我已经拿起来充电了，然后跟这个应该是那个 SIM 卡的那个针，就这样。iPhone 12也是，从 iPhone 12开始就是变成这种比较精简的包装，比较环保，好不好？他们说的是环保，比较环保的包装，就是小小的、薄薄的，这样也没有耳机，然后你充电头、豆腐头、快充头都要另外再买，就是那13搭配就是 Type C 的头，所以你就再另外买一个 Type C， 原厂的好像是590左右吧。对，那就是充电比较快。那为什么会想升级 iPhone 13？我自己是因为它终于有120Hz 的萤幕，想不到吧？这么烂的理由你也想升级？盘子错，就跟我们60Hz 跟144Hz 的萤幕是不一样的，兄弟们，这很重要。这光是拿起来这样滑，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跟我们的60Hz 萤幕升级到144，我相信懂的人都懂，懂打懂，真的。那相机当然也是一个升级啦，但是因为一般人，我们就算平常拍照用得到这个功能，那一定用得到，但是它因为它还有甚至到后面的用 APP 的后置去让整个影片变得更好看或者是更流畅一些剪辑啊，但是我一般人不可能用的，也不是说不可能，应该说我们没有那么专业，能不能调得像专业的人调得这么好看？那你用了那么好的镜头，但是你后置的软体不太会用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买这么贵的手机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你用了那么好的镜头，那么好的软体，那种人像模式啊，或者是它像这次升级的那个 iPhone 那个专门就是拍电影那种景深的效果，可是那个都是要再靠后置去调色啊，或者是去剪接等等。会让整个影片看起来更流畅，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顶多就是录 IG 现实动态啊，或者是像录这样开箱的影片的话，也会直接丢到电脑去剪，就比较少用手机。那这个功能就对一般来说可能用处不是这么大，所以你用了那么好的镜头，但是你只用那么，就是我们只是拿来录一些现实动态，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浪费啦。但是因为想要120Hz 的萤幕，你只有 Pro 才有，13跟13 mini 是没有120Hz 的萤幕，所以我觉得看个人。那你当然也可以等14，搞不好他又把这个120Hz 的萤幕下放到14 iPhone 14下一代之后就有了，你也不用到 Pro 就120Hz 的萤幕。那还有就是它这是最大的特色是说它有 A15 的新的处理器，再加上它的电池的使用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一整天都在打游戏、打手游啊，或者是看影片一整天。就是我们当然有人要上班嘛，或者是上课，你也不可能上课滑手机吧？那你去上课干嘛？在家滑手机就好啦，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一整天就要一直充电，所以我觉得电池的使用时间拉长的话，那当然是对整体来说是最好的。那只是升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吧。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有这个120赫兹的萤幕。那你说，你为了这120就是花30000块去买，会不会太浪费了一点？可是我觉得大不了你明年就在旧换新，你买到 Pro 的话，明年应该以这次30000块来说，应该还有个15000-16000左右，就是大概有一半左右，看你保养的怎么样，看你保持的怎么样。那你就算拿到苹果直接旧换新，或者是直接拿到二手手机行去卖，我觉得都还算划算。就像我常常讲的，你一只手机以30000块来说好了，你就直接除以12个月，那一个月大概只要多少钱，对不对？那你这样去分担下去，然后再这样分期付款，搞不好你明年付完了，你就每年在分期你的手机，这样也没错啊，就跟你去订阅实况组差不多意思，你只是钱没有不见，它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那这是因为我本来就有想要买，但是就是因为一些关系，我就一直在跟我们家的人在那边犹豫要不要，到底是谁要买。那所以反正就是我已经先订了壳，我订了壳一天就到了，然后这个是原厂的皮的保护壳，它是皮质的，因为我觉得细胶的保护壳它摩擦力比较强，你要放口袋的话很容易没有办法一次就放进去，你要在那边左右撸进去，那皮的话它就是比较光滑，那你就可以直接放回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这样放下去，哎，刚刚好，那也不会卡着。就虽然说细胶可能手感比较好，因为它可能软软的，然后可能也比较直滑，可是我觉得以便利性来说，因为我可能骑车有时候外套啊就想要拿下来，然后谁在赖我啊，然后看一下，然后放进去。可是以前用过细胶壳，它是放的时候会卡卡的，变成说，好，绿灯了，塞不进去，就会比较紧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会买皮的原因。再加上因为以前也没有买过原厂的壳，所以就想说拿来试试看。那我觉得也看起来也不错啦，也不知道到底是好的皮还是坏的皮，我也看不出来，因为就是感觉好像香香的真皮吧。然后它一样有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这个一样有一个圆圆的啦，它的无线充电，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那你一样装上去之后，再去另外买它那一个充电器，就可以变磁吸的。可是那个我是觉得还好，那个我觉得没有到很建议去买，因为一般来讲，大家家里都是用线，那、啊、你那个你如果不是苹果迷，你也没有那么多苹果产品去用那个磁吸的充电，那你就为了 iPhone 的话，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值得啦，除非你可能有什么更多其他的什么 iPad 啊，或者你甚至有两台 iPhone 以上，那我就用。你多买一个，对不对？那你一个主手机就可以用在磁吸的，对不对？拿起来就走，是就是看人啦、啊。当然我口袋不够深，所以我买不起嘛。对，那就配了一个，我就多买了一个原厂的皮质的保护壳。原厂的只要它有现货，基本上都超快就送到了。你直接去手机的 App 里面啊，打开 App Store， 你直接下订，然后刷卡。基本上你今天订，明天就到了，很快，超级快，所以官网也算有效率。只是现在今天是10月1号，今天订手机大概要11月才有，而且好像听说对岸又在限电，搞不好很多零件做不出来，可能会延得更久。那 iPhone 13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刘海变小了。我找一下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好像在拍，我的手机在录影，没关系，我们拿 iPhone 11来跟它比较一下。iPhone 11，忘记我的手机在录影了。就是 iPhone 11，这是 iPhone 11的一般的吧，对不对？对，那这大小其实应该没有差很多，甚至 iPhone 11还比较大一点点，大一点点。那最主要是刘海真的是小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个刘海就是 iPhone 的特色。虽然说有人会觉得这刘海很给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 iPhone 的特色啊。是从他先开始有刘海，大家才学他用刘海。虽然说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上是全平的，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刘海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到很重要。反正手机就是拿来看看讯息啊，然后无聊的时候看一下 YouTube 啊，
看一下 IGFB 啊，这样有没有这个刘海。当然他可以做到没有刘海跟其他家一样，那当然是更好，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想要只是跟别家一样，他一定会想要比别家更屌，所以 iPhone 绝对不会是想要去模仿别人，而是他要走在最前面，所以他应该是有什么秘密的科技不想先让大家知道吧，我在猜啦。不然这样就变成说，你本来就是一家独占的厂商，你光你的充电器就可以卖多少钱，他当然是不会想要跟别人一样，就说哎、我就是全屏幕，我把镜头塞在萤幕下面，然后就跟三星一样用一些反射的东西让整个萤幕看起来是没有镜头的，然后你开启了拍照功能之后，那一块才会黑掉。我觉得搞不好他们可能也是有在研究一些黑科技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还没有到很成熟，或者是他想要再等他更研究的更彻透一点再来发表也说不定。那我觉得刘海就是 iPhone 的算是苹果手机最先开始，所以我觉得刘海对我来说真的是还好，因为很可爱，妹妹头跟我以前一样。对啊，那这就是大概就是今天我刚好阴错阳差拿到 iPhone 13 Pro。 那至于为什么会阴错阳差，我们下一集再来解释这个问题好了，所以你一定要看下一集才知道为什么阿贤，你不是一直哭说你没钱吗？啊，你怎么一直买手机？你是骗我们？不是，真的不是，我很有钱，是就是阴错阳差。我们下一集再来讲。好，今天 iPhone 13 Pro 天空蓝就到这里。记得订阅、按赞，最好是开个小铃铛，应该基本上都是天天发片，那就下一集见，下一集有不一样的手机，大家拜拜。